我的女生问我这个特效是白开水特效，是我觉得特效里面很自然的一款，但是我歌迷都不喜欢，他们喜欢我自然的样子，但是我不想啊，因为你们里面有很多人，他们会去偷拍我的照片。谁人气第一名？我啊，小时榜，不可能，真的上面写的人气第一。结果问一下我同事，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我每次都100万。不可能 I don't live for impossible 新进来的那一点一下赞好不好？毕竟我只有500人，怎么可能是什么人气第一啊？而且我都没有播一个小时，我就播了20-30分钟而已。我今天演的那个角色比我小一轮。再减3岁，No 都没有我，现就现无所谓的，我也没有说什么。现在这个年代，年龄真的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你可以找一个比你大很多的，也可以找一个比你小很多的，这个很正常。我这个巴士开过天。让学会和孤独作伴。你可以出去跟朋友吃饭，然后去聊天，去 drink， 然后也可以把你的工作安排得很满，用业余的时间去学一个东西。话筒啊，对，还没有买。他们选的几个颜色我不是很喜欢，让他们再帮我挑一下。你可以就是丰富你的生活，不上班的时候，但是不能乱，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我有很多就是可以吃饭的聊天的朋友，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很深入的去聊一些事情，要有一个寂静的时间给你自己。主业啊是唱歌，我昨天晚上2点钟还收到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他心情不好，可不可以跟我聊一下，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睡了。
像这种情况哈，如果你刚认识一个人，他这样跟你说，你其实就是有点尴尬，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所以就可以选择不回。就觉得很尴尬，又不熟。比如说我心情不好，我想跟你聊一下，然后你又知道他的秘密，我又不想知道他的秘密，我不想 emo。 好了，我不想跟你们说了，我刚见到拿了人气榜第一吗？我不信耶。但我看抖音私信里面有很多人找我合作，让我帮他们做广告，但我都没打开啊。我就是我看私信我都会这样看，很多朋友的我都看到，只是没点开而已。谢谢。然后最后关注一下，大家把我的那个视频号的名字发在下面，因为我没有用我的本名，帮我打一个蓝蓝猫猫口好不好？然后大家去关注一下，谢谢。因为那个号是我自己做的，找了我们的塔迪洛星球的这个工作室的同志给我提供了这个影像的资料，谢谢你们。打一下蓝蓝某某口给大家，让大家去关注一下。那可是我的亲儿子啊，我自己好好去做的一个账号。嗯，没有人打。在那个 WX 的那个平台打不出来，肯定我打进去了，是打出来了，但是那个显现不了，应该是哦，我懂了，因为像我们的直播间可能都是有人会看的，然后呢只要打了跟这个平台没有关系的东西，他就给我禁掉了。不至于吧，我才500多个人，你至于吗？竟然还要禁我一下。哎，打出来了，没禁。500多个人，你说我50000多50万人也行，500人你都不给我涨一点那个粉吗？因为那个里面都是一些我唱歌的。抖音爸爸，抖音爸爸，你不能这样。好吧，他不给我打我也没办法。好吧，谢谢谢谢，没有关系了。嗯，我看一下啊，现在几点了，17万，20万应该不太可能。我们打的我们扣到18万吧，然后我们就下了，好吧。来了，毛毛口 ，yes， 20不行，我手机没电了，已经红了，然后我还要去洗头，因为今天头发喷了那个黑胶。哎，每天晚上真是辗转难测，睡觉真的现在变成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得去看一下。然后每天早上那个铃声响的时候。然后那一瞬间是我睡得最舒服的，但没办法，就必须得起床了，你们懂吗？就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早上铃声一响就睡得特别坦然，可能是因为我太逆反了吧。有了吗？18万了，好了，我要下了，手机没电了。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谢谢。我跟你说，今天北京的风特别大，我们那个车刚刚油箱都有点吹的有点摇摆了哈，然后我们又走地上然后回的家。谢谢，晚安朋友们，谢谢大家。我要去整理一下明天和后天的工作了，拜拜。我还要去试一下衣服，看来秋天已经到了朋友们。
最后回去你们听一下刘禹锡的《秋词》吧，拜拜。《秋词》第一句是啥？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色，我言秋日胜春朝，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然后呢？便引诗情到碧霄。拜拜。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霞，到碧霄。他老给我打这个，把我的词给我遮住了。拜拜啦，谢谢大家，晚安，加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一切都是浮云，我们一起努力，拜拜。眼睛还是有点。拜拜，谢谢，谢谢大家，哇，20万了耶，谢谢谢谢谢谢，下次继续努力，下次给你们唱歌啊，某一天我会给你们唱歌的，拜拜。